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45页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安乐起引证观佛三昧经啊，里面一段话：佛劝复我行念佛三昧啊，这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修念佛三昧。父王拜佛，他的父亲问佛陀：“佛的果德，真如实相，地亦亦空，何因不遣弟子行之？”啊，这个完全是大乘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让你的弟子去修正。佛告父王，诸佛果得了有无量深妙境界，神通显脱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，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。父王拜佛，念佛之功其状如何？这个状现在人家样子啊，念佛的功德了是什么样子啊？佛告父王，如依兰林，依兰是植物，花很美，人喜欢，但是它的气味很难闻。啊，方四射游行，有一颗牛头旃檀，牛头旃檀
我们叫沾贪的贪相啊，这也是一种智慧植物啊，味道香，虽有根芽，又未出土，那么这个依兰岭啊，范围很大啊，这个在野生森林里面，我们看到古人所说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，森林里面的树木，这一片森林就是一种树，没有杂树生在里头啊。我们看过很多原始野生的森林啊，证明古人讲那个话是真的。啊，植物都有这种现象啊。那么这片森林多大呢？方就是方圆，我们讲面积有四十由旬，很大了。一个由旬是四十里，四十个由旬就是四百里啊，这么大的一片森林，当然是原始森林。在这个里头有一棵牛头旃檀啊，这个不多，只有一棵。那么虽然它有根有芽，它还没出土，这树还没长出来，那个依兰岭啊，微臭无香啊，那么大的依兰岭，若有胆起花果发狂而死，这两种不同的树啊，依兰有毒，花虽然很好看，闻到它的味道，你尝到它的果实，人必死，而且发狂而死，疯狂，那让你神经错乱。那么后世呢，这个旃檀芽生了，渐渐生长，才与成树啊，这树长成了，不是大树，是个小树，长成了，香气长生，虽能改变此林，普皆香美，众生见者了，生稀有心。佛讲这个故事，给他父亲说法了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这个旃檀依兰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在第十四页啊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常识啊，依兰都是佛学大字典里面揭露的啊，植物又作一楼，树名花可爱，其味甚苦啊，它的恶臭能有四十里方圆这么大啊，这么大一片森林，经论中呢多以依兰呢比喻烦恼，以旃檀呢比喻这个妙香呢比喻菩提啊。那我们说的更白一点，用依兰来比喻恶念邪念，以旃檀呢来比喻真诚、慈
慈悲，那我们一般凡夫，特别是先前粗心大意，不难感受，但是真正有修行功夫的人，他的磁场很特殊，能感受到的人呢，他很明显。那他的氛围呀，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。啊，他居住的地方，你走进他的范围，啊，走进他的大门，大门里面有院子，你感觉到这个地方非常安详。啊，不但安静，安详。啊，喜欢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多站一站，多坐一坐，享受它的磁场。啊，我见过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居住的这个庭院有这种气氛。啊，没有见到他的人，没有见他的房子，在他院子里面，就感到很舒适，很舒服。修行有道德的人，牛头旃檀，这也是植物，又称为赤旃檀。啊，这个颜色是红的。旃檀为香树名，出自牛头山。牛头是山名，啊，所以称之为牛头旃檀。华严经里面有说，摩罗耶山出旃檀香，名曰牛头，若以徒身摄入火坑，火不能烧。啊，大论就是大智度论里的说，除摩尼山无处旃檀香，观佛三昧海经第一卷说，牛头旃檀生一览从中，雅静致业，如阎浮提注损。啊，中秋月满，除从地生。啊，就是突然看到这个树啊，生成这成旃檀树，众人皆闻牛头旃檀上妙之相。天地万物啊，确实像经上讲的，皆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佛经常常用它来做比喻。啊，旃檀香比一切善法。啊，一男的恶臭啊，表一切恶法。啊，佛告诉他的佛法，一切众生在生死中，生死中就是六道轮回，
把六道轮回比如赞叹力。念佛之心就是赞叹术。我们念佛还没成功，但是真正发心念佛，好像这个赞叹有根有芽啊，还没长成熟。啊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心。念佛法门殊胜就在此地，只要你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你就决定能往生，决定见佛。一得往生呢，即能改变一切诸物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无世界以来所造一切恶业，在极乐世界完全化解了。啊，成大慈悲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。弥陀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帮助你，把你的罪业化解了。能吗？难。为什么？罪性本空，那佛性本有，六道十八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里头因果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梦幻泡影做比喻，这个比喻的好。啊，造梦，梦中造业，梦中受报，到醒过来了都没有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得佛力的加持，就叫你一下醒过来了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啊，法相宗里面讲转十成智，转八十成四智，我们所造的业因果报的习气种子全在阿赖耶识里头，所以阿赖耶识叫总报处，六道轮回生生世世的果报他做主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呢，阿赖耶就转成大圆正净智，阿赖耶没有了。莫那时转变为平等性质，第六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，前五识变作尘所作智，转八识成四智。啊，十法界里面是八识作主，西方极乐世界八识没有了，不见了。所以罪业的因缘没有了，果报也没有了。啊，改变一切诸物成大慈悲了。啊，转世成智，智慧里面流出来的是大慈悲，如彼相述改以来。
那就好比是站台，把整个这个宜兰的森林转过来了。所言宜兰林者，比喻众生身内三毒三障啊，无边重罪啊。这是真的啊，三毒贪嗔痴与生俱来的烦恼啊，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？有我那一天就有它。他跟到我一起成长的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法相宗跟我们讲八识，啊，阿赖耶是八识的体。虽然是体，这个体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变现出来的，一念不觉不是真的啊！虽然不是真的，它起作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接着来的是念念不绝，麻烦在此地。如果一念绝了，就转世成智了。啊，大乘教最终极的目的是叫你一念绝。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怎么样才会觉呢？要把妄控制住，严格的控制住，让这个妄不起作用。时间久了，啊，不定什么因缘，豁然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这个大悟是在禅定当中啊，是修定开悟的啊，佛成佛在毗婆楼树下入定啊，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啊，毗婆楼树就称之为菩提树。啊，印度这棵菩提树没有了。啊，早年在这个菩提树了分了一枝，阿育王的女儿带到斯里兰卡，在那里种活了。这一枝现在还在。啊，已经有2300年。这棵树啊，很难得，当地人照顾得很周到啊，佛在这个树下成道的。成道确实也不是一个法门的。
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能成道。问题要会。那这个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在中国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不是入定开悟的，他是闻经开悟的。他跟《金刚经》有特别的缘分，他不认识字，听人家念经，他懂的意思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阿赖耶识里头藏着有《金刚经》的种子，过去生中修的，绝不是一世、二世、三四世啊，很长劫的时间，在这上下过深功夫，没开悟啊，要开悟啊，他就成佛了啊，没开悟。这一生当中，虽然生在贫寒家庭啊，父亲早年过世，跟母亲相依为命，自己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做苦工，每天上山砍柴，跳到城里去卖。啊，这个工作是苦力，靠劳力吃饭的。啊，中国在跟日本打仗、抗战期间，还有啊，抗战之后啊，科技发达，城市里面有电灯，有自来水，啊，烧柴的灶没有了，他们就失业了，没有工作做了。啊，这个穷人靠什么生活？让我们回头想到，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不懂科学，为什么不向这方面发展？他有慈悲心，不忍心做这个事情。那古时候中国运输靠什么？靠挑夫，那也是苦力。啊，抗战期间旅行，行李多的时候要雇人挑。啊，一天几十里，又给工钱给他，他靠那个生活。啊，机械化的运输，有汽车，有火车，这些人全失业了。啊，本来穷了就更穷了，他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们想到中国古人慈悲也。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，那是机械化的运输，虽然速度不慢，啊，这个不快呀，
这个书上记载的，每一天能走30里路，他不要人工，机械化的。诸葛亮死了，把这一套技术完全毁掉，不留个活人。啊，跟外国人的想法做法不一样。啊，外国人这些机器玩的东西好玩，尽量去做，他没有想到社会责任，没有想到很多人因为这个机械化的运输而失业了。啊，所以说中国人想得远，不肯向这方向发展。啊，向这个方向发展，产生很多副作用。啊，这些副作用到现在害人呐，我们人受害呀，动物、植物也受害呀，树木、花草受害呀，山河大地受害呀。啊，你看现在叫染污，啊，土壤被染污了，水被染污了，啊，像这些事情，中国古人的心细，他考量的非常周到。不向这个方向发展，那向伦理道德教育上发展，那农业社会的劳工，他不是机械化，那就是家里人越多越好，工作的人多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要求的多子多孙啊，他家里有工作量，又有工作的劳工啊，这个家庭会兴旺啊。东方人跟西方人的概念不相同啊。东方人受圣贤教育，起心动念都会为别人想想，为社会想想，为后世人想。啊，积财积德，积德比积财还要重要，留给后世子孙。啊，后世子孙对祖宗尊敬呢，有道理。啊，西方人对祖宗没有概念的，祖宗没有想到把德泽留给他们，没想到。啊，中国人想到，中国人孝顺祖宗是应该的。西方人不孝顺祖宗也是应该的，啊，没有这份恩德在，啊，这都我们都得要看清楚，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西方的价值观不适合东方，东方的价值观也不适合西方。啊，可以各守各的，成为互补。啊，西方人不能完全中国化，中国化不能完全适合西方。
西方也东方也不能完全西化啊，可以和平相处啊。为什么？过去有汉唐时代，中国跟欧洲就有往来了啊，中国的丝绸啊，茶叶西方人很喜欢，大量的运过去啊，西方也有一些东西啊，贩卖在中国啊，可以互补啊，可以和睦相处啊，所以通商。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，科技发达，地球居力没有了啊，文化怎样来调和，这是大学问。那就要认真的学习啊，认真的来比较，把好的留住，保留住啊，不善的要把它去掉啊，最后还是像汤恩梅所说的，地球要变成一个国家啊。他在日本访问的时候谈话里面就提到啊，跟池田大佐的谈话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我看过这本书他认为这个世界要统一啊，谁来做统一的人最适合呢？他是中国人，他毫无考虑，很爽快就说出来。他说为什么？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，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啊，政治统一一直到现在都维持统一啊，虽然有改朝换代，你看它有2000年统一的历史啊，经验方法智慧，这个在全世界找不到。欧洲罗马曾经统一了1000年，罗马亡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不能统一。那么中国统一靠什么？靠教育靠文化，文化跟教育的力量太大了啊！汤恩比没有看到群书之要，很可惜。如果他看到这个，哎，这就是统一全世界的指导总纲领啊，《群书之要》里面所说的，一般人都能接受啊，所以他说大乘佛法，孔孟学说有道理孔孟学说讲仁义，
讲种树啊，仁义种树，人人听到都欢喜，没人反对。啊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合情合理合法，这个社会都美好。啊，忠真心待人，啊，忠是不偏不斜。就是真心对人啊，恕别人有过失要原谅他。中国古人立法非常严格，目的是叫人不敢犯法，所以法律很严。但是真的犯过失，执法呢？执法很宽。啊，执法的时候尽量去替他想，把他的罪行减轻。这就是仁义。啊，这种思维多善。多好！啊，大乘佛法，我们天天在学的，学了这么多年了，深受其利也。啊，对我们个人，对家庭，对团体。尤其现在有一些企业啊，企业家学佛，用佛法来经营他的企业，啊，得到非常良好的效果。啊，用佛法治国。那这个国现在还在，这个国存在的时候2500年，斯里兰卡，它是以佛法治国。你到他国家去观光、去旅游，你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。这个国家男女老少，仁慈。博爱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竞争，啊，没有夺取，一片祥和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遵守三规五戒十善，人民。这个在家的都接受八关斋戒，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竞争。斗争啊！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竞争，没有斗争，啊，民间有了纠纷了，他们不去找警察，去找和尚，和尚帮他们解决问题。啊，他们对佛法有信心，对出家人非常尊重。啊，出家人说话就像佛说的一样。
佛教可以治国，可以兴旺家庭，其他宗教也行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宗教回归到教学，把经典里面重要的教训揭露下来，通通变成360，变成小册子，太多了，一般人不愿意看，薄薄的小册子。谁都欢喜把你的这个教义用浅显的文字写出来，让别人一看就懂，他就生欢喜心，他就仰慕依教奉行。这个社会问题全都解决了。宗教要互补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宗教是一家，每个宗教所用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方向跟目标都是相同的。最后归到一个字，爱。所以用爱可以团结宗教。每一个宗教都说爱。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。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仁慈就是爱。佛法大慈大悲，所以我常说，爱是信德的核心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但是迷失了自信之后，爱会变质，变成自私自利。所以佛经上讲慈悲有四种缘，四种不同的慈悲。第一个讲一般凡夫慈悲叫什么？爱缘慈。你喜欢他，你对他爱；你不喜欢，你就不爱他。这是凡夫。比凡夫高一等的人，众生缘慈悲。我们同是人，应当互相相亲相爱。《弟子规》里头说的，凡是人皆须爱，这就高一等提升了。不是问喜欢不喜欢。那么在佛法里，他那个爱的对象是众生，动物，他也是有生命的，不能不爱他。植物也是属于生物，也要爱他。最后推到矿物、山河大地。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。山河大地也是众缘和合，所以没有一样不爱呀。佛的慈悲遍法界，遍宇宙啊，清净，清净是无私、平等的，不分。里头没有差别，平等的爱心，这是佛法。佛法能治国，佛法能和睦天下。
那么旃檀比喻众生念佛的心啊，财于尘世，舍为一切众生能积念不断，业道成办了。那念佛的心啊，把依然比作六道轮回啊，念佛的心比作旃檀。啊，所以只要往生就改变一切诸物成大慈悲，啊，佛用依然比喻贪嗔痴三毒，所有一切不善都是从三毒延伸出来的根本烦恼啊，莫那识就是这个构成的啊，莫那识四大烦恼搅和在一起，这四大烦恼是我见，实在讲根本就没有我，我是一个妄念，不是真的啊，但是众生迷了，把执着这个东西以为是真的，啊，这是一念不觉发生的这个错觉。那跟到这个我见同时起来的有我爱，我爱是贪，有我慢傲慢，这是嗔恚，有我痴贪嗔痴，其实贪嗔痴的体是心的啊，是什么呢？戒定慧。戒定慧是本有的，是真的啊，迷失了自信，执着有更苦，把戒定慧就变成了三毒啊，戒变成贪，那个定变成嗔，慧变成愚痴，迷了叫贪嗔痴，觉悟了叫戒定慧。戒定慧是自然的，不是学来的，不是故意哦，佛制定戒定慧叫我们遵守，不是的，是你自信的心得啊，你没有遇到佛法，你不学佛你也能成佛，也能具足圆满的戒定慧。什么原因？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啊，戒就是自自然然的规律啊，自自然然的遵守，没有起心动念啊，根本戒四条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
不淫欲，不饮酒。啊，这是佛法的根本大戒，自然的。啊，是属于心的。啊，迷了的时候，它才产生变化，扭曲了，变成杀盗淫妄的妄语。那么修学的法门最简单，最容易啊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啊，念了《引大悲经》里头这个话，一称佛名，一世善根，入涅槃界不可穷尽。啊，证明前面所说的幸运持名，念念相续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称扬诸佛功德经书，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一心信要持奉诵念，其人当得无量之福，永当远离三途之恶，命中之后皆得往生彼佛刹土。称扬诸佛功德经里面呢，讲到无量寿福啊，假设有一个人，他有这个缘分，听到无量寿经的名号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的名号，啊，梵语称阿弥陀佛，啊，听到之后呢，一心信要，关键在一心。一心是真心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丝毫怀疑，听了这个名号欢喜，啊，相信，不怀疑。持奉诵念，奉是唱啊，歌咏唱佛名号啊，诵念对着文字叫读，不对文字叫背诵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问题，很容易记得。念佛不能间断了，这不难做到啊，功德有多大呢？真正不可思议。经论上所说的，引起我们怀疑，念这句佛啊，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？啊，但是诸佛如来的言语是真实语，没有丝毫夸张。啊，
句句都是老实话，你不能够接受，不能够相信，那是你的福报不够。智慧不足。啊，确确实实的无量之福啊。你做什么好事？求什么？还不是求福求慧吗？但是，什么样的好事都比不上念阿弥陀佛。穷人们听到，有福了。他想做福，没有钱的。听听阿弥陀佛是修大福，这个他高兴啊，他天天念的。啊，果然没错，这富贵人呢，这一生富贵享完了，来生贫穷。这念佛的人呢，他的机会来了，他修了大佛道、大佛宝，来生得大富贵。啊，这也就是风水轮流转嘛，啊，很自然的现象。啊，穷人看到富人不羡慕了，为什么呢？事实真相啊，了解了。啊，他有福，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念佛来的。念佛功夫并没成就，成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那做佛了，福报更大了。这是极乐世界没去成，来生福报。这都一点不假了。啊，勇当远离三途之恶，恶是苦恶，三途是恶鬼地狱出生。啊，念佛的人永远不堕三恶道。为什么？念念都消业障。都在化解罪业，真叫消灾灭难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念佛？啊，常常念佛的人，念念都要想到阿弥陀佛，不要想别的，想别的全错了，念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命中之后，戒得往生彼佛刹土。啊，这一句话不是假话，许许多多经论都说。啊，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，这部注解从前到后这一句话说的非常之多。啊，这部注解看了一遍，别的不记得，这一句记得，重复次数太多了。重复次数多，就说明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。命中之后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希望大家念念不忘。又文殊般若经云：“众生愚钝，观不能解。”啊，这是修行止观的人。但令念身相续，自得往生。
这就是说明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要选择念佛。八万四千法门好，我们接触了生欢喜心，但是烦恼消除不掉啊，习气依然现前，细心观察自己的形象，出不了六道范围，这就要认真考虑了。啊，出不了六道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三恶道相应的太多了。与三善道相应的太少了，不成比例。那来生到哪里，自己很清楚啊。啊，贪心重的，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，魔鬼道去了。啊，嗔恚心重，傲慢心重，瞧不起别人，看到别人超过自己的时候，起嫉妒心，这咋去？这到地狱道去了。对于事理迷惑颠倒，没有正知正见，畜生道去了。真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三恶道相应的多。啊，三善道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三样东西往往我们把它忘掉了，没有那种强烈的信心啊，有的时候知道错了，不应该想偏偏想，不应该做偏偏要做，什么力量在支持你？自私自利，这个力量太大了啊！所以学佛头一个就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，多替别人想，少替自己想啊！自己一般生活水平过得去，满足了啊，每天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小房子可以避风雨，行了，不要求了。啊，再求就奢侈，太过分了。啊，安分守己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是世间最有福的人。啊，念佛能把一个人念得痴痴呆呆，功夫成了。念得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跟他讲话，讲什么他回答你的阿弥陀佛。啊，他听完之后阿弥陀佛，
啊，阿弥陀佛，他那个阿弥陀佛一生借助一生没间断。你跟他说话，他小声点。你的话讲完了，他大声点，很有味道啊！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个人决定上辈往生，啊，上上品往生，啊，上中品往生。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又《静修解要》这本书，夏莲居老居士做的，可以作为专修净土的课诵来学习。赞念佛法门，说得好，六字同摄万法，六字是加上南无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个字同摄万法，不可思议。这个万法不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而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门都不出这一句佛号。换一句话说，念这一句佛号，就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呢，通通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这个法殊胜呐，这个法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一门即是普门啊，普门。观世音菩萨修的，普门就是一切法门，门门具足啊！啊，怎么修法呢？观音是西方三圣之一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普门，门门都修到了，一门都没有学。这两句赞说得太好了。啊，人家问你，你修什么法门？我修的是同摄万法。弥陀的普门，全世即理，全王归真。啊，四就是念这一句佛号，这是四。理是自信，真如。法性，这一句佛号就是真如法性的名号啊，所以说全王归真。
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，全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这个法门，性修，性是体，是性德，修是修德，性修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用什么修呢？我用信德修。信德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修成呢，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全修在心，与信德圆满的相应。啊，光学原为深入，专修就是总持。啊，光学，你才知道这个法门之殊胜；不光学，不知道这个法门。殊胜的，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之所赞叹。啊，一切法门不能成就，你就修这个。这个法门修成了，一切法门全成了。那我们用这个法门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就全通了，全都明白了。啊，深深唤醒自己，中峰禅师系列佛寺里头有两句话说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阿弥陀佛是我心现的，这个心是真心。啊，离开真心。”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从真心现的啊，所以深深唤醒自己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本尊，念念心中啊，真有阿弥陀佛。啊，心里头不要有别的东西，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见佛要紧，成佛要紧。为什么？见到佛，成佛了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啊，不能往生，不能见佛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。现在摆在面前两条路，我们去哪一条？啊，众生有苦有难，我是要帮助他。我今天念佛，一向专念，就是为了救他，就是为了帮助他。现在心有余力不足啊，我帮不上忙啊，我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我真能帮上忙。
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做主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普度众生。那、啊、要为自己错了，我们今天要搞一个汉学院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100到200个研究员。为什么呢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啊！延续传统文化是为什么？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说这个话，第一个人不是我们自己，啊，是英国人汤恩比说的。他说这一句话，把我们提醒了。这是我们的东西，人家知道，我们怎么疏忽了？怎么会不知道？啊，他是说了，他没做。我们今天赶紧把它做出来。啊，要用经典上这些方法，广学专修，啊，广学很多东西都是要的，不能不要。但是广学就不精，你深入是有限。啊，传统文化的力量发不出来，要发出力量，一定要靠专修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想到了，有100人到200人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门，深入，大家在一起呢，就广修。我们想出这个方法，啊，这100到200个人的生活我们照顾，我们来当护法，让他们生活不要操心，生活虽然不富裕，能过得去，啊，我们盖了一个校舍，我们居住的、学习的环境、居住的环境。啊，都能过得去。啊，图书的设备齐全。啊，希望每一个研究的人专攻一门。啊，那么这一门里面，基础的基础是文字，啊，如果我们不谈这一方面，说整体的那个基础，那是发心，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才能修菩萨心，这个里头研究员是菩萨心，个个都是菩萨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在四象上表面上的，那就是文字学。啊，你要真正认识汉字，要真正懂得文言文，啊，这个是英国罗素早一辈的，啊，接着是汤恩比，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研究，有认识。啊，他们知道中国的文言文是世界上难得的一种文化。为什么呢？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啊，这是非常值得发扬光大，流传下去。要想这些东西传到后世，啊，几千年不变样子，只有文言文。啊，拼音的文字是决定做不到的。啊，拼音的文字大概只有两三百年，两三百年以后，它语音变了，他看不懂。那，中国文字这世界上独有的啊，它是智慧的符号，它不重视语音，它重视形象。你看到这个字像看图画一样，哎，你会体会到它的意思啊，就像画家画画啊，他懂得画这个画的意思之所在啊，这内行人呐、啊，懂得中国文字，看到文字的这个写法，知道他的意思啊，不会念他的声音，意思懂。啊，子女在一起就是好啊！啊，子女是孩子，啊，男孩子、女孩子，啊，文字里头会议占大多数啊，啊，懂得六书啊，你才能看。知道中国文字之美，啊，排列决定是直行，啊，没有横行的，横行的那是一行一个字，啊，这是日本一个法师送我一把扇子，这他写的字，无量寿。啊，你看，无量寿，这是中国文字的排列法，这一行就一个字，这第二行第一个，这第三行，哎，它不是说混，它都给你算直的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从右到左，不能从左到右，从左到右是外国人的排法，啊。这个排列的时候不能错，要守老规矩。为什么呢？几千年的人要到出在现在出现了，他跟我们能沟通，语言不一样了，我们写这个他懂。啊，所以排列不可以错乱。啊，中国文言文没有横排的，只有竖排的。啊，你看到这一行，它一行一个字。啊，拼音文字多半是横排的，啊，所以中国文字不能横排。啊，我们看招牌匾额，那是什么？一行一个字，这个要懂得。
啊，一定是从右到左。现在乱了，我们在街道上看到招牌，有这么排的，也有这么排的，通通都有。不知道怎么个念法。那么这种在六七十年以前没有这个办法。我们在香港看的这个招牌，因为是英国人统治的，外国文字的招牌多，它是从左到右，但是中国字的写着还是很规矩，还是从右到左，贴对联，有上下联。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乱了，这招牌乱了。所以我们爱护这个文化了，要尊重文字，要尊重古人的沉传。不能改变。那么，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字开始，首先要认识字。要从说文解字下手。要把说文解字讲清楚，把文字学讲清楚。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。我们利用现在的科技来学习，没有困难。细数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做成光碟。你在家里头一家人学习，每天学习一个钟点，一年就学会了。就在光碟上学会了，天天看。那我们做办这个专门的论坛，文字学的论坛，一年办个一两次，在家里头天天学习的，可以参加这个论坛，有问题提出来研究讨论就可以了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将来学习中国文字的人会非常非常多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了，群书之友，现在翻成英文本，多少外国人看到喜欢，这是宝贝，这是真正智慧的书。爱不释手我告诉他们了，这是通过翻译翻的，不是原汁原味呀。像人家吃东西，吃完之后吐了给你来喂你，味道变了。你自己懂得文言文，你直接看原文，尝到原汁原味，那怎么办呢？学汉字啊。学文言文难不难？不难。我在美国
在欧洲啊，大学里面看到学习中文的学生，外国学生，他们读中国古书啊，用中国儒释道的经论写博士论文，中国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很佩服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学中文学了几年？他告诉我3年。在纽约大学，我问你学生3年，在伦敦，我参观牛津大学、剑桥跟伦敦大学，也都是3年，不难嘛。啊，法兰西的汉学研究所要跟我们合作啊，我们保持密切交流的关系，好，我有口答应。啊，这是欧洲汉学最早的中心，影响力非常大。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汉学变成实用的学问啊，不是研究古典的东西，现在用得上，在中国东西好就好了自己啊，几千年古人留下来的现在管用，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的问题，这才叫真智慧。啊，所以我相信外国人学的人越来越多。啊，将来搞文字学是全世界最热门的一个课程。啊，我劝年轻人下功夫啊。啊，可以将来办一个这个汉文文字汉学文字专门学校，还可以在全世界办连锁学校啊，你的总部设在中国，分布遍满全世界啊，专门培养啊，汉学文字学的师资，为什么？他太需要了啊！到全世界人都想学，那你得要真正有好老师去指导、去教学啊，语言的中国东西会。外国的也许你才能教他啊，才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。那么现在联合国用的6种语言，这个语言里头有中文，有英文，西班牙文，俄罗斯文，阿拉伯文，还有法文，一共6种啊，全世界使用最多的啊，这6种里头就包括中文啊，所以这个里头的老师，这是语言学校，最好6种语言统统学。
你都懂。啊，翻译，大家相信啊，对你有信心啊，啊，不会把意思翻错。对整个世界文化做出最大的贡献，啊，一生专干这个事情，啊，绝不求此地。前面我们所读的，不求名闻利养，有求名闻利养，你的心坏了，你学的东西变质了。啊，不是古圣先贤的原汁原味，你要学苦行僧。啊，你所得的东西原汁原味，你教的也是原汁原味。啊，人一定是安贫乐道。啊，这种清贫色生活，你过得习惯，过得很舒服，过得很自在。你的东西是真的，啊！现在人很可怜，听骗不听劝。我在美国，很多人就告诉我要骗人，我说为什么？骗人也相信，这话很矛盾。骗人相信，你真的人不相信你，啊，受皈依要收费的，价钱越高，人来的越多，啊，你这是真的，啊，那我们受皈依收不收钱，没人来，这不值钱，这个法门不值钱，大家不来，啊，我们也不能。照社会风气去定价钱了，那成什么话呢？啊，外国人用这个价钱说价值跟价钱联合在挂上钩了。这是大错误。啊，我们一生没干这个事情啊！啊，所以美国住了很多年呢，美国信徒很少。啊，原因什么？他们认为我们这个不要钱的。啊，你看很多东方的法师，啊，还有西藏的喇嘛，灌顶，收费收得很高啊，越高越值钱。还是人越多，社会是这么个风气，这个风气我们不能追随啊，我们决定不敢。啊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学习经教，我们用网络，用微信啊，听众不多嘛。网络卫星真正想学的在家里面。啊，打开频道你就看到了。啊，网络跟卫星都是24小时不中断的。啊，这多少年所讲的东西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我们也不受人数的听众多少的干扰。啊，摄影棚里面常常是我一个人讲，没有人听啊。啊，虽然现场没有人听，我知道，不在现场，在电视机面前，
在电脑面前听的人不少。啊，习惯这个生活了，这个生活安静，没有干扰，喜欢这个环境。啊，听众太多了，我还不习惯。啊，习惯过清静的生活。啊，尽量避免外界的干扰。啊，不要求出名，出名是最不好的事情。啊，名气大了，找你的人太多，就是干扰太多。你要没有定力，非常容易退转。啊，所以那不是个好事情。啊，住宿，我一生没住宿。出的那些书讲记，别人搞的，那些多事的人，他们搞的，与我不相干。好多东西我看都没看过，拿来给我看，不想看。啊，讲完了就完了，不必再提了。啊，世界有成住坏空。啊，那么他们来问我做这个事情，说是也好。啊，有些人没有缘分遇到的，哎，看到这个书，也许得一点利益，好事。啊，是好事，不要沾染。那我们的东西没有版权，没有版权也不值钱。啊，那个书的定价越高，大概就越贵呀，跟价钱一样。啊，价钱越高就越贵重。啊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我向来还有个脾气，一直到现在没改。人家送书给我。我第一看哪里呢？看版权页，上面印的版权所有，不准翻印，这个书不看了。人家问我为什么，心量太小了，啊，没有爱人之心，他的东西就不要看了。啊，看到了没有版权，那给我看。有版权的我都不看啊，那我们东西他拿去印的时候统统没有版权啊，你是帮助别人的，帮助人破迷开悟啊，帮助人离苦得乐，你怎么可以要钱呢？怎么可以把它当做买卖来看呢？这是错误的啊！学校收费很高，叫贵族学校，我不相信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收过学费，孔子教学也没收过学费。啊，我的三个老师，啊，他们真教导我，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，他喜欢教我，
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不是在学校，是在家里。啊，每个星期天2个小时。啊，早晨9点半到11点半，没收学费。我对老师怀念。啊，没有他的教导，我们对于佛教、对宗教根本就不认识，对他没有兴趣。啊，他把这两门东西用哲学来教导我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佛经哲学、宗教哲学，他用这个来给我讲。啊，我才真正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世界，可以救自己。啊，所以这一句佛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太难太难了，谁能知道啊？啊，生生唤醒自己，念念不离本尊，这谁知道？啊，一般学佛的人，你讲给他听，他也不相信。啊，广学原为深入，专修就是宗旨。做学问的人对这个道理也不懂。啊，广学初学，初学的时候先多看看，然后在里头对跟自己有兴趣，程度相当。你就从这一门深入，啊，广学不是每一样东西都下功夫，那就错了。那什么，门门通，门门松啊，没深入啊，都是表面的，表面的知识常识，没有深度。啊，那一门深入下去之后呢，门门都通了。为什么？到底下的根源是一个深，深到最后是一个。啊，我跟世界上许多宗教往来，我都告诉他，就研究你自己的经典，研究透了，其他宗教经典全通。这个我这个说法，不少人能接受啊，能相信啊。啊，一门就是一切法门，一切法门就是一门。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了。可是你要懂得什么方法，你才能掌握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